关键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欢迎收看财经趋势 4.0， 我是赵廷玉。首先马上带您聚焦 iPhone 15系列新机已经在全球开卖，虽然在中国呢出现禁令传闻，不过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样出现排队人潮。15系列新机22号开卖，台湾苹果直营店8点准时迎接果粉，包括电信门市一大早就大排长龙，甚至有果粉提早10天就来排队。有没有想说，我大概四点左右起来，然后慢慢晃到这边来，然后就没想到不到3点就起来，我想说哦，好吧，那就这样吧。喜欢它的一些功能，这样子，就比如说 Type C 改成 Type C 的充电啊，或者说5倍长焦的镜头啊。那在今年的 iPhone 15的反应上呢，更是热烈。我们在预购的时候，网络预购量就已经比过往超过了70%哦。那在全面的预购量上面呢，也比去年 iPhone 14有蛮大幅度的成长。直击新机销售现场，粉黄绿蓝一字排开 ，iPhone 15系列新色十分亮眼。Pro 航空级钛金属机身，上手更轻，引发话题热度。新机统一采用 Type C 规格充电，主镜头4800万画素，以及静音键的设计，吸引民众换机。看好 iPhone 15系列性能提升，电信业者预期可再带动 5G 用户数成长。三大电信业加码优惠拉抬销售动能。台湾大哥大寄出 5G 指定专案，月付1599元，绑约48个月。iPhone 15最低0元起，原传绑 5G 方案48个月，月付2699元。iPhone 15、iPhone 15 Pro 手机0元起。中华电信 5G 缴1399元，绑36个月，搭配指定旧机换新机方案，15 Pro 就可以0元入手。Pro Max 啊，跟这个 Pro 差不多一半一半 ，Pro Max 更多一些啊。那这个因为今年是钛金属嘛，所以这个颜色也相当的这个夯。那还有一个粉红色是新出来的，所以这粉红色也非常的热销。预购成绩还有实际的销售，估计都会比 iPhone 14还要来得更好。所以呢，这个货量确实是相当紧张。业者表示，热销款钛金属旗舰机等待时间可能较长，而今年苹果新机首次两国制造，中国和印度制 iPhone 15同时开卖，也在网络掀起话题。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霖、池千里、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好 ，iPhone 15开卖带动果粉换机潮，就业者瞄准消费者尝鲜的心理。从去年开始呢，推出 iPhone 新机订阅服务，满足一定族群年年无痛换新机的需求。民众拆开包装，拿出全新的 iPhone 15。年度苹果新机开卖，新功能吸引不少果粉换机，更有部分果粉是年年买新机，让业者看见市场，推出了 iPhone 订阅制。蛮新颖的，好像可以试试看，但成效如何就可能要试过才知道。我觉得有种尊荣感。对我来讲比较还好，是因为我的换机周期都蛮长的，所以大概都一次会用2-3年，所以订阅制感觉好像对我来讲不会特别优惠到。我们的表现也跟我们规划超出我们预期非常多啦，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今年的这个续订还有新订阅的客群大概集中在20到40岁这个区间。iPhone 订阅系统逐步蔓延市场，美国苹果 iPhone 升级方案，手机分成24期付款，但可以在还款12期时直接归还旧机，换成升级新 iPhone。台湾电商则是新机分12个月租费，到期可以续订新机，也可以结案归还旧机或买断。台湾电信业龙头中华电信也在今年推出了相关服务。比如说推出像订阅制的这种，有希望这个推出比较不同以往的一些资费的方案，还有包括就是说大家每年都想换新手机啊，所以怎么样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打电话需求变少，然后你改成因为网络上网习惯变成主流，所以其实绑月不一定比较划算，几乎等于是分期加上送保险的，其实他们对他们而言的话就是一个新的弹性的方式。因应市场需求，手机租约方式也跟着改变，消费者精打细算，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嘉维、林天心、池千里、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带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波。全球前十大 IC 设计厂营收达381亿美元，季增12.5%。其中，辉达第二季营收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超越高通和博通，跃居全球 IC 设计龙头。智慧型手机需求持续疲软，业界传出高通将在中国进行裁员，台湾分部也将跟进。高通证实将采取组织调整，台湾也是调整措施的一部分。
身为搜寻引擎龙头的 Google 涉嫌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遭到美国司法部和多州检察长起诉，案件已经开庭审理，预计要到明年才有初步结论。最严重的情况可能导致 Google 面临拆分。美国作家协会代表包括《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作者乔治·马丁等人，本周于曼哈顿联邦法院针对滥用著作向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提告。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我们再看到台湾电动车零组件大厂和大宣布前往美国投资设厂，初期投资金额呢为新台币15亿元，预计2025年第二季正式量产。和大董事长沈国荣与新墨西哥州州长葛利森一同握手，宣布重大投资案。台湾传统零组件龙头和大经过三年评估，决定前进美国设厂投资。和大一个全世界区块链第一就地供应在地生产的一个新的里程。Because we should create an ecosystem that's beneficial to more than HOTA, but also really supports HOTA's expans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和大预计初期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斥资15亿元资金，2024年初动土新建，最快2025年第一季投产。届时将可直接供应北美车厂零件系统，主要服务特斯拉为主的新能源车美系客户。因为我们到美国去啊，现在大家都在做区域供应链的一个改变呢、啊，那这样有一个非常在地化的生产以及就近供应，那这个可以减少我方跟客户方中间双方的存货的堆叠或者一倍。还有这个交通时间的缩短，当然对客户来讲，更重要就是研发时间缩短的更多。沈国荣更透露，美国新厂将会是加一厂2.0版本，以智慧工厂大量导入自动化机制。新墨西哥州紧邻墨西哥，他形容已经成为新底特律。南美洲，尤其是北墨的这一边啊，墨西哥北方跟美国的南边，这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底特律哈。那这样子交通时间大概我们计算起来大概都在10个小时之内，所以也就是说在运送的部分呢，对我们来讲，在那边设厂等于跟墨西哥的供应链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和大全球纯电车变速箱齿轮市占率超过20%，未来更将扩大北美市场利基。新墨西哥州地价低廉，能源供应充裕，水电成本相对较低优势。台湾企业在美投资也从过去南加州明显东移，预期带动更多汽车零组件厂商前往美国设厂。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霖、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台美双向互动继续来看到，美国商机日暨台美供应链伙伴论坛本周登场，台美双方高度重视，由美国商部副部长领军，两位美国州长也率团参加，好，总共18家美国上市公司洽谈采购，内容聚焦 5G、资安和电动车产业。美国商经日暨台美供应链伙伴论坛19日登场，台美双方高度重视今年活动，由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领军，包括才刚上任的亚利桑那州州长、新墨西哥州州长和多位厅长都来台，寻求媒合机会。The reason I'm here, cybersecurity. I am proud to be leading a delegation of 13 U.S. cybersecurity companies who are here.For the 2023 Cybersecu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Mission. Our country's innovative industry leaders are looking to find business partners from Taiwan's large,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ector. Dr. Lucasio 亲自率团来跟我们进行资安方面的深度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指标性的意义。那另外两个论坛就是 5G 跟电动车。这个也都是美国现在最重视要全力推动的产业。外贸协会表示，共邀请18家美国买主进行采购，涵盖电子零组件、五金手工具、汽车零配件、IoT 等产业。台湾共209家供应商与会，包括光宝、人保、汉翔等。提到台美供应链伙伴，亚利桑那州州长郝凯蒂亲自来台，而台积电正在当地扩厂，双方互动格外受到关注。We met with them yesterday. We toured one of
of the fabs and the water recycling. We talked about our continued partnership, their investments in Arizona, how we can continue to address any issues that come up. The project is going well in Arizona. Our efforts at building the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is focusing on advanced packaging. So we have several things in the works around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about a Taiwanese company tomorrow. And I don't want to give away all those fantastic deals and pieces of information. 新墨西哥州州长葛利森则表示，不少台商已在新墨西哥州的边境地区进行投资，台湾在电动车领域的发展也不容小觑，并预告20日会宣布与一家公司的合作计划，加深台美供应链的紧密合作关系。新唐亚太电视高建伦、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好，再来看到 AI 和电动车呢，成为亚洲供应链新趋势。生物晶片大厂恩智浦携手台积电5纳米制程技术长，在本周48小时旋风访台。同一时间，欧盟晶片法案21号正式过关，外界认为将为台积电获得高额补贴，投资欧洲铺路。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率队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州长密集拜会台湾府院高层。人工智慧、车用双 A 趋势也让国际大厂聚焦台湾。国际车用晶片大厂恩智浦半导体执行副总裁暨技术长 Lars Rieger 疫情后回归3年来台，48小时旋风行程前往台积电南科厂，见证旗下首款5纳米 S32 晶片量产，并拜会台湾经济部，为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做预备。21号媒体记者会上，他更透露恩智浦会密切关注车用晶片客户对高速运算的需求，未来跟台积电的合作绝不会只停留在5纳米。那么这一次在恩智浦的高层来到台湾，那我想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巩固未来更进一步的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方面的一些产能。自驾车它未来的一个运算，那么其实是更为复杂，那么所以在一些高效能的运算上，其实更需要的是在先进制程来为其打造。美欧重量级代表来台，尤其21号欧盟晶片法正式生效，2030年前拨款共111亿5000万欧元，约新台币3820亿，投入先进制程开发。欧盟执委会更提出多项补贴许可条件。外媒指出，德国预计提供台积电至少50亿欧元补助。欧盟想要在半导体产业建立他们自己的产业链。如果说德国未来希望台积电在进行二厂的建设，而且是锁定5纳米、3纳米的话，也许欧盟的晶片法在补助上面来讲的话，就会有相对应的关系。欧盟宣示半导体在地制造，各国补贴金额最终都要欧盟点头。外界预测，各国为了建构生态系，将加大力道招手台积电。台积电8月通过与3家上下游伙伴博士、英飞凌和恩智浦半导体合资在德国德勒斯登设立欧积电，进一步扩大汽车半导体晶片优势布局。新台电视高建伦、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不过台积电在美国和德国设厂目前都正在面临人力短缺等挑战。德国萨克森邦的学术部长根可夫本周亲自来台参与办事处揭牌仪式，他提到每年将送50人到台积电实习。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同一天德国萨克森邦科技处驻台办事处正式成立，两国共通点都是台积电海外布局设厂的所在地。 Yesterday we met with several Taiwanese businesses including TSMC. I had the pleasure of touring their facilities and seeing their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mpressed by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here. Arizona could not be more proud to be the site of TSMC's US-based fabrication operations. 台湾和美国透过这项合作案，不仅带动了在地产业的发展，也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台积电美国厂计划生产4纳米与3纳米晶片，但制造的晶片仍需运回台湾进行先进封装。亚利桑那州州长松口，美方正与台积电讨论先进封装仪式。然而目前台积电在美国与德国12寸晶圆厂燃眉之急是人力短缺。德国德勒斯登工业大学携手萨克森邦与台积电签署合作备忘录，进行半导体人才孵育计划，预计每年招收约50名德国学生来台交流。They would come here for half a year, 3 months of which will be spent actually with coursework and studying with our cooperating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NTU will be the first one next spring.
and then 3 months of internship with the TSMC company. So for students to get hands-on experience. 我们就是跟台积电一起来培训一些人才。德国萨克森邦政府在台成立办事处，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亲自率团来台，就是希望台积电在当地的晶圆厂顺利进行，共同打造具有安全韧性的供应链。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嘉维、高嘉伦、赵廷玉，台湾台北采访报道。好，台积电的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本周发表演说，他认为台湾拥有人才、交通、生态系三大优势利基。张忠谋举例呢，台积电每年员工离职率为4%到5%，这在美国等其他地方都是难以做到。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4纳米量产时程要延至2025年，更传出要求设备商延迟交货，也让美国设厂难题浮上台面。晶圆教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直指台湾半导体实力关键在于人。The turnover rate could be as high as 15-20%. You cannot have a turnover rate of over 10% and really do anything.张忠谋提到，非常敬业的工程师就是台湾的人才优势，尤其半导体的工时长，还要在五城市穿上厚重衣服。台湾有足够人才愿意投入制造业，便利的高铁让上千名工程师可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以高铁通勤。At any moment, we have 1,000 or 2,000 engineers. They live in dormitories from from Monday to Friday, and they go to their home or to their family Saturday, Sunday. And they do that for half a year, for a whole year.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do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where else.台积电生产全球晶片50%，先进晶片市占高达90%。全球25亿人口有智慧型手机，每天都会使用到台湾制造的晶片，还有以台积电为中心的半导体聚落。It's a foundry-centric. Foundry means companies like TSMC. Upstream, we have design companies now, and such as MediaTek and others.人才、交通还有紧密的生态系，奠定台湾系岛美名。92岁的晶圆教父张忠谋再提醒台湾，不要轻易放弃这样的领导地位。Chip manufacturing is a crucial industry. It is also the only crucial industry for Taiwan as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global companies. Taiwan needs to defend its leadership. 新唐亚太电视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联发科最强小金鸡达发即将在10月底上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未来联发科持股76%的最强小金鸡达发科技即将在10月底由新柜转上市。不过目前 IC 设计产业竞争激烈，未来达发将如何与蓝牙、固网晶片强敌来对战，市场高度关注。联发科物联网部门分拆成立小金鸡 IC 设计公司达发科技，即将新柜转上市。董事长谢金江高兴写在脸上。尤其公司在蓝牙通讯、固网宽频、卫星导航全球市占率位居前三名，家中熟悉的机上盒、穿戴装置、蓝牙耳机都有它的身影。今年呢，当然是对整个市场是景气是比较弱的了，那当然我们希望，趁这时候，来调整我们的体质，那等到，也许明年景气回来了，那我们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这个机会跟成长。
难得展出旗下一系列终端产品应用，谢金江也透露，未来所有产品线都将加速导入 AI 运算，与联发科母公司大小平台整合增效。手机晶片设计对阵高通 ，AIoT 与网通则与博通竞争。此外，还得迎战来自中国低价抢势，但台厂相当有信心。大家可以看得到，有导入了这个 AI 的能力之后呢，很多以前做不到的功能，现在都可以做得还不错。我想大家知道半导体的产业最完整是在台湾嘛，那我想达发科技也是有这个联发科集团的支持，所以不管是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等等都是可以有不错的支持。美国、加国、印度在内，全球八大国家未来5到10年将投入超过800亿美元用在网通基础建设。达发科技去年每股纯益几乎达到20元，今年第二季交出毛利率45.4%、营收35.16亿的成绩，10月底将正式新柜转上市。新台记者胡宗汉、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跟你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时刻来了吗？英特尔揭开未来2年三大 AI 处理器平台发展蓝图。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亮相首款 AI 笔电处理器，他还表示呢，矽晶技将为全球科技产业带来近8兆美元产值。自动生成美国流行歌手风格的歌曲，英特尔在创新日上端出首款 AI 笔电处理器，不需要依赖云端数据就能运行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处理器预计年底推出，将由台湾宏基打造全球首批 AI 笔电。This is the first client that's manufactured on Intel 4 process technologies, and this is the first platform that we're using EUV, the most advanced.Lithographic capabilities. It's also our first chiplet to be used using Foveros, our advanced 3D packaging technology. It's our first to bring CPU, GPU, and NPU onto a single platform with energy and power efficiency. 人工智慧推升加速运算需求，晶片密度要求持续提升。英特尔今日宣布推出业界首款用于下一代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不仅增加良率，更能装载更多更小尺寸晶片。基辛格强调，人工智慧带动矽经济。Literally, we now have a $547 billion silicon industry, but even more impressive is that it's powering this global technology economy that's now measured at $8 trillion. AI is representing a generational shift in how computing is used.And giving rise to the siliconomy. 英特尔执行长意气风发亮相新技术，但当天股价却下跌4.34%，隔天早盘续跌1%，就是因为财务长警告资料中心晶片库存过剩。分析师指出，身为全球资料中心处理器龙头的英特尔，这番言论让原本市况就已动荡不安的传统伺服器市场增添更多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各专轮赵廷玉整理报道。好，带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9月27号，国泰金台湾经济气候暨金融情势展望发表会。9月28号，新店玉龙城开幕。9月28号，美国公布 GDP 季率终值。9月29号，美国公布核心物价指数。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我是赵廷玉，我们下周再见。